三個中產黨新移民和單程證的問題咧，永遠都講不完的，因為最主要我哋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啦。今次我哋的角度是咩咧？就由一單新聞講起。我記得咧，唔知邊個傳媒又做了一個調查，咁就問啲香港人一個問題。啲港男啊，係啲港男，究竟你哋咧願唔願意娶大陸女人？咁我一路咧都係有一個即係我唔知道算唔算 common sense 啦，都覺得就係大陸女人就係差啲㗎啦，我哋娶梗係娶港女啦，同聲同。我以前一路都有個咁樣樣。邊話俾你聽㗎？我唔記得咗，即係我感覺上好似係咁，即係可能一個錯誤嘅觀念啦。跟住而家就發覺原來係有48%，我記得好似，即係接近一半嘅港男係願意娶大陸女人咧，係做佢哋老婆嘅。咁所以呢個就其實係好反映咗一樣嘢，就係以前我聽咧，就主要所謂嘅婚姻咧，都係香港嘅男人就去娶，唔係香港嘅女性就去娶嫁俾即係大陸嘅男人。唔係調翻轉，傳統係咁樣講，傳統就係香港一啲娶唔到港女嘅，係可能低收入啊、年紀大啊嗰啲，就老夫少妻啊嘛，就上去揾老夫少妻，跟住第二步就係因為香港女多男少，咁所以你好難喺香港揾到港男去嫁咧，就揾個大陸嘅男人去嫁俾佢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就我身邊咧係成日發生嘅。我依家身邊有好多女性咧，都係揾咗個大陸人做佢。但係佢嗰啲通常係咩階級？係咪小鮮肉啊？定係我諗都係差唔多中下階層嗰個情況。咁講你。我想定義一樣嘢，你而家想講港男揾港女啊，定港女揾港男？唔係，我依家先講下依家個情況先。O、okay, K， 因為咧依個男女依個都好專家㗎。係 ，O K， 咁我只不過講翻即係而家個情況係咁。嗰個調查就係話係港男願意娶內地女仔嘅。而家我覺得呢個報道有啲咩 shocking 嘅地方咧，就係我哋會覺得喂，除非你係嗰啲即係老好老啊，冇錢啊，港女睇唔上眼嗰啲港男，你先會去大陸揾老婆嘅啫嘛。而家唔係喎，有一半喎，咁我相信一半唔會一半都係啦。咁點解揾大陸人做老婆呢樣嘢已經唔再係一種心理障礙咧？咁講好唔好？曾經何時？即係大陸妹呢個 species 係你啊法西斯啊，你講噶係法西斯，雖然好多人會支持你，所以咧你亦都唔怕咁講。曾經係一個 inferior product 添啊，係咁咧，佢點 inferior 香港即係除非你喺相同情況之下，你喺呢個大陸妹同我港女，我梗係揀港女啦。即係如果我相同樣貌相同，因為所有的即係做研究，客觀條件一樣的時候，我一定揀港女，因為所有嘅嘢出到嚟，港女是比較企理啲嘅，所有嘢企理啲嘅。咁但係即係你好難會能夠接受嘅，但係因為佢出到嚟啲行為舉止啊，所有嘢你係好難接受嘅。但問題就係接受啊！你講港女，港女港男，即係你有身份，你港男啦。講緊其實唔接受，唔係你講港女難接受定係大陸女仔？大陸女仔比較難，香港人比較難接受。即係覺得嗰啲行為舉止係好失禮。而家係講緊有條件嘅男人，佢冇條件嘅，老實講啊，豬都要搞啦，係咪？唔係你都唔需要講依樣，因為你講同等條件啊嘛。即係你問緊任何一個人同等條件，我而家加個港女啦。但係而家就係點咧？我哋會發現喺呢十年之間，大陸妹嘅水平進步咗好多，所以你會發現，當你發現係港女喺咩嘅時候淪陷咧，就係你會發現好多富二代娶咗大陸妹。咁你會發現香港係淪陷咗噶啦，即係話以前因為富二代係可以揀乜女都得噶嘛，當佢揀乜女都得嘅時候都揀大陸妹，咁你呢個真係港女危機喎。係你發現，你會發現而家富二代娶當然係高級嘅大陸妹啦。即係娶阿楊冪，即係劉海威。咁算唔算係富二代啊？都唔係好少富二代，係啊，但係都係娶大陸女人。霍啟剛嗰啲係啦，霍啟剛娶咗啦，阿蔡家讚娶咗啦，係你會發現好多富二代。嗰個好似係何猷亨啊，定係何猷乜鬼嘢？嗰個都係啦，即係唔係娶都係拍拖，都係真命天子女朋友啊。咁嗰啲漸漸你會發現，原來最好條件係呢個反而大鑊。即係香港有邊個男仔？好條件都蔡家讚啦，靚仔喎。但我當初個睇法咧，就呢啲嘢關一般香港人咩事啫？嗰啲係政治婚姻嚟嘅，因為可能佢哋生意上係啦，生意上佢想打上大陸個市場，咁佢有人脈。即係開頭最初有一兩個咁樣做嘅時候，即係譬如話霍啟剛嘅，我諗佢因為覺得係好似國家人物咁上下，就我娶個
即係好有代表性嘅。但係以前有冇有冇香港人咁做啊？即係以前會唔會娶一個咁樣嘅人咧？以前係從來唔會噶嘛。咁而且漸漸大家，而且嗰啲大陸人行出嚟。即係得體過你香港人，就是可能佢都係同你同一個大陸，都係一齊讀哈佛、斯坦福，一齊讀進入 Cornell， 一齊都係讀嗰啲學校噶嘛。咁你有乜分別咧？即係你又要講國語嘅，你又講大家都講英文嘅，咁你變咗好多大陸人已經係去到嗰一個級數嘅時候。我完全明白，即係所以其實我都開頭睇嘅時候，頭先講個例子咧，就話哇，一般香港人會以為覺得喂咁嗰啲咁高級數嘅富豪嘅富二代、富三代好。他哋因為有即係呢啲咁嘅婚姻啊，係好似係一啲唔係一般人嘅婚姻啊，因為佢哋有一啲家族啊上面嘅一啲考慮，於是乎娶個內地女仔合理嘅，我覺得。咁但係只不過而家呢個過半數嘅話咧，就變咗一般人都會咩啦？係兩樣嘢嚟嘅。佢兩好多人都問題就係你因為你好多大陸以前大陸妹。有幾多個富二代喺大陸？你去親深圳啊，見親都窮噶啦。而家你去親深圳，見親都有錢過你嘅，周時係。咁於是乎，你根本上好質素嘅人係多咗好多。唔好計佢哋係打扮、言行舉止，所有嘅嘢係好質素。只有好似我呢啲咁舊派嘅人先中意港女嘅啫嘛。即係我係好舊派嘅，因為喺我國今日，即係大陸妹唔算啦咁樣。佢我係好舊派，但係新一代啲人係完全唔計，因為佢見過嘅大陸人係嗰個女仔嘅質素係好高嘅。反而你見咗好多香港嘅質素女仔係質素。我另外個身份就可以即係支持你嘅講法，就係咩咧？因為我2000年過美國噶嘛，咁我過美國嗰個年代咧，其實喺美國咧都識到幾多內地朋友，咁有男有女啦，咁其中一個女仔啦，咁啊，咁其實就你所講咁樣啦，因為佢即係早一陣，即係講緊差唔多廿年前咁滯啦。咁嗰個年代就係香港人仲係以為大陸，即係佢可能佢接觸到嘅內地人都係上深圳玩啊、卡拉 OK 啊，識到即係揼骨啊，識到嗰啲。咁可能喺湖南啊，成嗰啲即係農村過嚟嘅，佢認識到嗰啲，就繼續會覺得有十幾年都覺得，佢接觸到嘅內地嘅女仔水平都唔係咁高。但係我廿年前去美國嘅時候咧，接觸到就係嗰啲嗰個年代已經可以留學嘅內地人啦。咁嗰個水平咧，我已經係覺得其實哇，其實比起一啲即係。香港的女仔嚟講唔差可以咁講。其實因為咧，大陸最衰嗰啲、最差嗰啲女，喺農村啦、小城市嗰啲，香港人見唔到啊嘛。所以香港人見到嘅大陸妹質素咧，平均質素係高過港女嘅。即係你嚟到香港，已經係最精華嗰幾個 percent。啊，你嚟同你香港一般嘅質素嘅比咁啊，大西北咁樣你都話，人哋嚟到好多係富二代啊，讀書叻啊嗰啲先過到嚟噶嘛。咁所以變到我哋 reach 唔到啊，跟住嚟到大城市啊、深圳，即係你會變到佢哋個平均質素已經係挑選過嚟先嚟香港嘅。廿年前而家梗係啦，但係講廿年前嗰啲咧，九十年代嗰啲就唔係嘅。九十年代你即係上深圳去揼骨啊，去啲服務員啦。即係嗰啲識到嗰啲咧，卡屋企又係識到嗰啲咧。嗰陣時我哋去大陸，根本上我哋我去大陸，根本上都唔當嗰啲女係女噶啦。係嗱，你啫，但我唔反對你講嘢，因為有好多人會支持你。啊，就係，唔係我覺得好羞愧，我覺得即係諗落都講嚟講，即係唔係你話見到係揼骨啊咁樣，即係見到哦去住酒店啊。哦，咁咪直接哦去個 reception 啦。咦，個 reception 幾靚喎？哦，咁啊今晚得唔得人食飯啊？咁啊就直接係咁樣樣啫，即係直接喺街度見到幾靚啊！咁即係嗰個人係做緊，即係做緊啲好 decent 嘅職業嘅，係好多。即係譬如我上海，咁所以上海妹，我上海妹喺外資行度嚟嘅，即係喺外資行度做嘅，即係英文講得好過我啊！咁嗰啲嘅，咁就直接做咁約出嚟嘅，即係好靚啊！直接即係基本上係覺得係完全係冇難度，冇任何 barrier 嘅，係啦，係咁樣嘅狀況啊嘛。但係而即係依家高竇咧，你就反而覺得就係矜貴咗啦。咁啊，你話男人都幾賤啦，真係。但係呢啲就比較，即我想講翻啲比較貼地啲、layman 啲嘅。你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有文化、富，即係有錢啊，甚至富二代啲女啊咁樣樣。即我識得身邊嘅朋友咧，佢哋都越嚟越 prefer 係同即係就算佢未必係依家同大陸女仔拍拖啦，但係成日翻深圳玩咧，佢都覺得大陸女仔係容易相處過香港女仔嘅。咁即係有一啲比較睇通睇透嘅朋友咁樣同我講啦，佢話首先大陸女仔係點樣樣咧？佢係信得人過港女好多嘅，即係港女咧，佢自己覺得係好有 ego 嗱。我男女平等啲，調翻轉講，我身邊有好多嘅港女，佢咧就覺得
點解佢最尾揾咗個大陸人做老公咧？就係佢覺得啲港男識氹佢咯。即其實我身邊嗰啲港女最尾嫁咗俾個大陸男人咧，都係佢哋性格上其實係有啲比較難啲，因為其實都唔係醜樣噶，其實都有啲即係我哋講話學識啊，或者做啲唔錯工作啦。但佢就覺得港男就係唔識點樣氹佢。但我心諗我明白，因為我同佢食飯即係傾下偈，我都知道你有啲嘢好難頂。但係佢大陸嗰啲男人咧，係好目標為本嘅。我唔係話佢呃你錢，但佢話我要同你結婚，咁我呢個就係目標嚟㗎啦。我就所有嘢都係為住向同你結婚呢個目標進發，所有你嘅缺點都可以包容忍受，然後所有你開心嘅嘢佢都會諗方法去令你，因為佢個目標就係結婚。打兩樣機會大啲，係嚇你生活習慣打，即係如果講大陸男，但係港女通常嫁大陸仔咧，尤其是我之前譬如十年前識咗一個十幾年前有港女根本嫁咗大陸仔，即係當時嘅時候嗰啲大陸嗰啲人啦，男仔覺得娶咗港女係好威嘅，即係大陸人到而家佢哋都係覺得即係香港呢種 species。就係咧，係好威嘅，即係大陸人能夠娶到香港人，或者嫁到香港人咧，所以香港女仔嫁大陸係可以嫁高一個檔次或者兩個檔次嘅，即係佢哋帶嗰個港女翻去鄉下，然之後去到鄉下嗰度，哇！你做個港女，如果仲讀個大學啊，即係光宗耀祖嘅。我就唔知係咪咁啦，但係總之我身邊嗰啲大陸老公咧最。即係最 eager 係咩咧？就係嚟香港住咯，因為覺得香港經濟係即係個發展機會大好多。係啦，咁但係我就套用翻你港男度，即係你都明白點解有我好身邊有啲港男真係覺得，喂大陸女真係特別識氹我咯，我要氹佢嘅時間或者心機係遠比佢氹我為即係少咯，因為就係其實大陸女仔都係一樣啫嘛，就係佢知道個目標為本就係，哦我就係要即係嫁俾你㗎啦，你就係要娶我啦，佢做所有嘢都係即係為咗依樣嘢嘅，即係呢一個其實都係。好有嗰種大陸人嗰種功利主義咯，即係佢有目標，所有目標嘅嘢都可以去做。你娶咗大陸女人之後，你就知道俾佢鉗住咯。咁當然係啦，呢個就當然係代價。我冇話呢件一件好事，因為佢嘅代價係咩咧？咪就係你講錢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佢會好現實咁同你傾咯。未必一定講錢嘅時候，嗱咁講啦，即係呢個當初嘅時候，阿蕭若元佢講過，佢話即係佢要個仔個老婆係為個家族。去奮鬥嘅，即係佢因為港女比較冇咁願意嘅，即係佢比較會願意大陸女仔咧，係比較願意咧，係同你同一個陣線去奮鬥嘅，即係唔係要有個人自由、個人理想而，即係佢未必係為咗謀你啲錢嘅，佢係想謀你嘅人，但係佢比較係共同，比較係共同作對，有啲集體主義，所以咧其實娶大陸妹係容易發達。即係我嘅觀察，我嘅觀察，你娶港女比較難發達啲嘅，即係你想發達嘅話，你娶一個鉗住你，大家一齊綁住你上嘅大陸妹，係你發達機會好啲。OK， 好，今日講到呢度為止，下次再講其他話題。